毕业五年，还一事无成的道路上，你又回到了我原本认识的袁成。重要的东西是永远不会消失的。我们有可能好几年都见不到面吗？如果你很想常常见到我的话，你愿不愿意跟我结婚？ 路地亚维珍琥珀霜，爱情白皮书，台视东森联合献映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庭湖，订阅东森创作 YouTube， 和我一起支持爱情白皮书哦。